是由我们 Jenny 老师班带来的精彩表演。那我们欢迎 Jenny 老师。 Jenny 老师的专长是国语文、数学、阅读以及跟家长的沟通。让我们掌声欢迎 Jenny 老师班。各位家长午安，我是一年级的 Jenny 老师。 Jenny 老师的互动教学就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进行学习，然后进一步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。那现在学生的自主能力越来越强，老师就是要找回学生的自信，希望在 LIFE 专业的带领下，学生能开心学习，身心健康，稳定成长。接下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Jenny 班的劲歌热舞 Jingle Bell Rocker。感谢 Jenny 老师班带来的精彩表演。